本节目由 Yamava Resort and Casino at Sam Manuel 赞助播出。我的世界全部都是你，心不里描绘着四季，想用尽力张开双臂，化成风雨陪你倾听。我的空气全部藏心里，相遇很侥幸，听也发出信息，调皮的表情你从不回应，小鹿在乱跳，解析你的话语，下一秒是告白剧情，期待着的都是你，快拉近爱的距离，我的世界全部萧然，南溪河。勇士们，你们将被赋予更高的使命，去往过去和未来交汇的地方，那里隐藏的宝物能让混乱的时空重新恢复秩序。这画面，这风景，真不愧是我设计的游戏，简直绝了。穿过虚空之门，任务进程开启，肩负着使命的勇士们前路危机四伏，该轮到我出场。这个时候谁在晃我？系统异常，请重新调。丽丽，丽丽，哎，老婆，你怎么来了？吓死我了，你是不是生病了啊？去医院看医生，来。哎哎，妈，没事妈没事，我刚工作呢。睡觉叫工作，这工作我也想做。隐藏 BOSS 是智慧的化身，请选择是否接受他的考验。你们继续打隐藏 BOSS， 我直接通关，这样也能加快进度，也不影响市场投放。那个，真要工作你放这儿吧，我待会儿吃好吗？工作重要还是妈的温暖重要？妈重要。嗯，真的不用管我，我肯定就吃了。吃完饭啊。何人放肆？通关 BOSS 的战力果然不容小觑，真是奇了怪了，以往他出战我也不似今日这般心神不宁了。
什么情况？怎么跑了？将军，夫人，我怕是撑不住了。夫人，夫人，狗贼，你杀俺妻人，下辈子俺必杀你报仇。操作系统出问题了，你等等我，马上就来。老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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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来人帮忙！哎，小心，老大，打电话。喂，急救中心吗？我们这有人晕倒了，蓝药工作室。对对对。小心、啊！哥，董事会的人要见你。这次内测，全董事会的人都很关注，出了这么个失误，估计全靠他们的说话，不会太好听。医院那边刚刚来电话说爸又有点闹情绪，我去医院陪着，先去开会吧。记住，千万别冲动，随机应变。放心吧，哥，我能应付得了。我听说呢，山海集团最近正在投资一款名叫《爱》的元宇宙的游戏，不管是从 NPC 还是游戏画风来说，都是一种极致享受，对吗？当然，我们山海集团一向以追求美为宗旨。最受我关注的还是这款游戏的操作方式，它区别于传统的游戏操作，在最新科技的加持下，玩家只需要闭上眼睛，就可以在大脑中沉浸式感受这款创纪元的游戏。一周之后，山海集团将会带着主创蓝药工作室一起召开发布会。我听说这款游戏的女设计师蓝药大神，她也是海外留学归来的学霸，对吗？而且我非常期待看到蓝药大神现场的脑洞到底有多大。半个小时召开股东会议，晚上8点有一个游戏引擎生产商的视频会议，然后，这个，疫情部门正在检测网友们对这款游戏的反馈情况，公安部门正在应对媒体。蓝药呢？他还没联系上，他电话一直打不通。会议结束之后，必须要见蓝药。好的，老板。这是哪儿？俺怎么不认识了？难道俺已经死了？这位老者，您的坐骑可否借俺用？俺找到夫人之后，必定重金酬谢。您少侠不必多礼，但是此坐骑是老夫祖传的，不可轻易赠人。俺懂。要不这样吧，俺愿意用宝物跟您交换。吹来！俺的宝锤呢？
一定是姿势不对。锤雷！锤雷！老先生，一定是俺大战之后法力全失，才召唤不出宝锤。可否暂缓几日，再定时辰交换？少侠不必麻烦，老夫被你和夫人的爱情感动，现在老夫决定将此物赠与你。老英雄，此恩情俺必报。请。好，让你做完检查等我。你这一会儿功夫怎么就不见了？我正准备回病房呢。那你还记得你在哪间病房吗？精神科6号。亏你还知道啊。老先生，俺的座机。行，别比了。各位董事们好。爱的元宇宙这个游戏呢，确实很有前瞻性和创新性，不过资金投入还是蛮高的。老李啊，你应该投了不少钱吧？那现在出了问题，你说应该怎么办呢？不投了，止损。好吧。这次内测的时候，只是出现了一点技术上的小问题，请大家相信，我和蓝药一定能尽快解决的。蓝药自称什么来着？以游戏大神。现在这些年轻人呢，不用管有没有能力，派头先摆足了。陈总这是在质疑我选人的眼光？没有。我有一票否决权。你，老陈，没事吧，老陈？老陈，你要相信人家肖总，肖总怎么可能做错误判断呢？咱们养老的钱还得指着人家肖总呢。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，游戏无法正常上线推广的话，我承担全部责任，弥补各位的损失。那既然肖总那么有信心的话，那我就附加一条呗。如果项目失败的话，那肖总是不是应该辞去总裁的职务呢？好，一言为定。啊，你怎么进来了？是男厕，没错啊。你是何人？俺怎么变成了女人？快，就在这儿。就在这里面。果然是你，不是不让你乱跑吗？对，就是他。哎呀，男女授受不亲啊。就是他。你看他打晕我的时候，怎么不说授受不亲了？使不得呀。别乱动了，老实休息。俺一身武艺，竟被你们两个女子压制，这副躯体实在是没用啊。那你不许再乱跑了。俺答应你。你去找主任说一下，给他转到精神科病房吧，这也太折腾人了。好，我去说一下情况。想俺刑天在战场上是如何的意气风发，现在
竟变成了一个娇弱的女子。夫人，俺这副躯体还能保护你吗？放心吧，公司的事情我都处理完了，我都到医院了，怕再没面吗？是你，我们认识。哼，别在这装傻，你做的事情俺记得清清楚楚。你是那个100块？胖丁，准备好合同，我现在去见蓝耀，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就立刻与他签约。好。站住！对不起啊，不小心弄脏了你的衣服，我刚刚太赶了，今天对我来说特别的重要。要不这样吧，这个你拿着，我去洗衣服。100块钱走够了吧？100块？不用找了。你又想干嘛？杀妻之仇不共戴天，谁来？神经病！狗贼，休想跑！干什么？给下来！你个狗贼，今日既然狭路相逢，俺大仇尚未得报，断不能让你逃跑。是不是有病啊？谁跟你有仇啊？来根狡辩，看俺千斤坠。废物肉身，赶紧给我下来！怎么回事？俺的头怎么这么晕呢？俺的仇还没报呢。对不起。道歉有用的话要警察干嘛？我要报警。把手机给我。你先别冲动，你冷静，你别生气。把手机给我。哎呀，你能不能刚才不是我？我发誓，我真的不是故意咬你耳朵的。你要是生气的话，我让你咬回来。如果你脑子有病，我建议你去做一个脑部 CT。好好好，我现在就去挂号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爸，小然马上就到了，要不要吃点水果？您喝点水吧，放那儿吧。爸，哥，爸，你怎么样？还行。哎，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呀？公司怎么样啊？还行。
这算什么回答？你作为公司的总裁，好就是好，坏就是坏。爸爸对你呢要求是严格了一些，咱们既然做了，就要做到最好。哼，爸，你说这么多话，心脏受得了吗？喝点水。又打哈哈。爸每一次都这样，他就是不放心我。我也没见过他这么训斥过你啊。要我看，他就是不信任。谢谢你安慰我，但我很清楚，他更清楚你。爸，他就是嘴硬，其实他心里还是很认可你的能力的，要不然也不会每一次我出问题，他就找你帮我解决。都说我弟冷面无情，其实是个小奶奶。哥，你就别调侃我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跟别人说的，毕竟你还要树立高冷总裁的形象。哥，好了，我不说了。刚刚说我太着急了，嗯，没事吧？哦，没事。嗯，这给你弄脏了，闺蜜受伤住院了，我还得去看看她呢。张医生是吧 ？OK， 我记住了。那是吧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，拜拜。哎，来宝。穿着婚纱呀，你不会是趁我不在把自己给嫁出去了吧？想什么呢你？姐姐我是那么随随便便就轻易嫁出去的人吗？我是刚刚在做婚纱直播活动呢，听说你住院了，赶紧跑过来了，衣服都没换。哎，这什么时候弄脏的？要赔钱了，我得赶紧去处理一下。我来帮你。不用不用，我一会儿先去把婚纱还了，再给你办出院。死吧！晚风怕来不及亲吻繁星，所以才找不见你的回应。思念不停穿行，像是路过的云，飘到你身边多坚定。多幸运才能吸引到你的注意，想留下踪迹却分隔两地，许下的约定你是